情人節，無論你穿幾多都好，我哋都會送你一個。有些人覺得我好似海綿咁啦，有些人覺得以為佢係發寶膠。嗱，今日我咁樣做啦。以前唔使錢噶，生活導致呢啲人多煩嚟到，可以導致啲。但最緊要錫自己之餘咧，撐工黨爭取標準工時、高 OT 加班要補水。我係李卓仁。兩邊係平衡，佢咪有我力咯。我自己屋企整兩個嘅，我唔單止打風又要。好彩收工啦！各位市民，大家好。我哋是小麗民主教室啊！個小朋友都係手面啦，你哋自己幫你咁啦，唔係啦，你哋自己翻嚟好大隻。